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啊，请大家甲我做伙皈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精伽，诸众众尊。啊，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精伽，诸众众尊。啊，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众尊，皈依精伽，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高注第291页啊，291页第三行最后一句啊，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。初列弥勒者，大部即经发性智敖慧，这部经我记起，那像讲过三遍，就是大部即经发性智发性智啊，懊悔。在这部经内底，弥勒问佛：了有众生发十种心，随一一心专念向有阿弥陀佛，自临命中，当得往生彼佛世界。世尊，佛顶名为发十种心，又是心故，当得往生彼佛世界。这段文是《无极经》内面发性智敖慧的经文啊。无极经是一摆大诶活动，伫即个活动时间真长，佛讲真侪经，嘛有讲无量寿经啊。
世尊在世，当今教学三百五回，真像这种的大会比较少，有这个大会会开几多年才会圆满。通常的小会呢，上岁是有一群人遇到佛，向佛请教这两项代志，佛就去给伊解答。这经文真短，只有几百字。啊，这款情形真多啊，咱会当想会到的。释迦牟尼佛无道场，拢是伫个树篮内底，咱讲啊，森林内底。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上水地主是对世尊对一世人未离开的。临时来的人就真多了，来吃来请观释迦牟尼佛三天五天，一个月半个月，太多了。这些无记在经典里面，经典里面记载是上水中。那这个大会参加大会的这个出家啊，在家有两万多人，这里面可能也会包括在家技术，肯定是有的，因为在第二品里底，得尊普贤，世尊给咱估了十六位的尊者，这十六位发心大事，顶级菩萨拢嘛是在家。啊，出家菩萨只有三位：普贤、文殊、弥勒。现在啊，咱来介绍弥勒。弥勒问讲：何等名为十种心？十种心在咱的参考资料内底有，参考资料非常的丰富。所以有真多所在，咱拢甲省起来了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，内面的名词俗语，全拢嘛查个真清楚。分量甲黄念老的这个注解差不多相等。啊，对于这修学无量寿经啊，带来啊真多这个方便啊。啊，这段文是对三宗法所念佛十种心这条的来对，也出处都是大部结经头前啊所印的，跟念老所印的是同款的。弥勒菩萨别佛言：“如何所说？阿弥陀佛救了世界，功德利益，若有众生发十种心，随一一心专念彼佛，是人命中当得往生。”佛言呢？佛伽兰啊！介绍啊，极乐世界时时刻刻拢会讲到，啊，这个怪佛内底有一个小注解，凡物弥勒华严祖师，咱头前有介绍过，凡物。阿弥陀华严无量寿，阿弥陀，直接翻作中国的意思，
都是无量寿，嘛翻作无量光。那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有跟咱讲，用无量寿、无量光就完全代表了。寿代表时间，光代表空间，啊，所以变化界、虚空界都用光寿能力拢代表了。这个名号啊，含义啊，真讲无边际啊。下面甲咱啊讲这十种心啊，都、就是这个发性至懊悔内面所讲的第一个呢啊，无损害心。那、啊、这个十种心真重要。有福的人，特别是念佛的人，为什么念佛的人在佛佛内底有特殊的地位？伊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！阿弥陀佛在一切诸佛内面，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所以地位真特殊啊！啊，一切诸佛拢嘛无，因此弥陀的地主呢，一切诸佛拢会尊重。为什么尊重你的老师啊？连带嘛尊重你的学生啊，咱做弥陀的地主。爱退阿弥陀佛进宫啊，唔通和阿弥陀佛抹啊乌啊，这十种心就非常重要了。头一个无损害心，损人利己，伤害别人，这心绝对啊唔通有诶啊。啊，下面有简单的解释。念佛之人，如诸众生，常起大慈之心，不加损害。像弥勒菩萨同款，大慈大悲，对待一切众生，令得快乐，是名无损害心。啊，咱来听听想着，对一切众生，哎呀，帮助伊离苦得乐。啊，多一寡众生，唔只是咱佛门的同学，唔只是咱这个国家。民族至少咱的心量爱包含整个地球，凡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，咱来一视同仁啊，像兄弟姊妹同款呢。爱有这个心，这就是菩萨心肠啊！那这也不够大，啊，这扩大啊呢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咱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！啊，这个教区偌大呢？十亿个银河系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
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，过生一千是中千世界，一千个啊，这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总共十一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。那释迦牟尼佛地无地啊，无伫咱地球，伫别个星球顶面。那你想看嘛？伊个教区十一个银河系啊啊，怎么做咧？伊拢会现身。那咱这个世间。三千年前，印度有一挂同学，缘成熟了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在印度，总是八十年，咱中国人算稀罕。释迦牟尼佛八十岁圆寂的，跟咱表法了。表法的意思就是今仔日所讲的，把咱做模范，做榜样。世尊一生的行仪，充满着智慧、福德、神通啊！那那是什么？那是咱的本领啊！佛所有的每一个众生啊，拢嘛有啊。伊伫华严会上有甲人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教育啊，教人啊，教人啊，第一句话。爱把教学的目标讲出来，那或是啊，咱的老师啊，伊成佛咯，甲咱讲啊，每一个人本来拢是佛，换一句话讲，教学的目的。就是要教咱成佛、成菩萨、成阿罗汉，成佛这只叫做究竟圆满，目的真正达到了。菩萨甲声闻、阿罗汉是当中的阶段，就咱读书。读小学是一个阶段，小学阁升级，读中学是一个阶段，中学阁向上提升，读大学。教学嘛是安尼啊，希望咱大个人拢伫大学内底摕到最高的学位，博士学位，博士学位就是佛道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就是啊，你应该就要提到这个学位啊。我得这个学位叫究竟觉，觉理不迷。菩萨虽然觉悟，也无圆满。阿罗汉是拄拄啊觉悟，伊唔是凡夫，
凡夫不觉啊，六道凡夫不觉啊，未歇颠倒啊。佛的教学第一个开始啊，就是爱帮助咱觉悟。脱离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被邪颠倒造成的啊！觉悟就离开咯。六道是一张梦啊，不是真的，是假啊！咱伫六道内底时间啊，踮的是太长咯，无量劫伫咧冲轮回啊。烦恼习气啊，是太深了。那干我呢？有当时啊，那像我真容易放下啊，是真正困难呐、啊。佛陀的标准呢，真正干我都要真正诶放下咯。觉悟也无放下呢，迄、那个觉悟都唔是真呢。真觉悟一定放下。哇，一句话讲，有觉也有怀疑，无够透彻啦。诸法实相，悟到人生的啊真相。叫做诸法实相啊！那一切诸法是对倒来呢？这个问题真重要啊！这是啊，科学上最大的一个问题，这个命题，到现在也无人攻破。释迦牟尼佛甲人讲。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一切法都是整个宇宙啊，整个宇宙内底万事万物啊，是对咱心上生的。啊，咱听无啊，咱听着怀疑啊，那会讲是我心上生的呢？真正一点啊无假，确实是心上生的。啊，这个代志，科学伫最近的这二十年，这个这个未对啊公开啦。对释迦牟尼佛被佛家五体投地，你看科学伫这地球上四百年，一代刷一代，你伫到最近才真正把什么叫做物质弄清楚了。物质啊，是什么呢？啊？心上生啊！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过，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啊，根本都无物质这个物件。物质是什么呢？是念头波动啊，现象内面产生的幻觉。这是啊，科学家发现的。科学家这句话解释得真清楚，跟佛经同款。不过咱也是讲无这个科学的修养，听无啊？唔知他是咧讲什么啊？啊，有几科学的人，一个听都明白啊。啊，物质真正是假啊！有存在无？无存在啊！实实在在都无存在，咱是误以为伊存在。伊都啊，亲像电视屏幕内底画面同款呢？画面有无？未当讲伊无，也未当讲伊有啊！
啊，你若鬼无，伊就看着咯。安尼陆军会攀岩着啊，目睭会看着，耳孔会听着，鼻孔会去鼻着，身体能接触着，那会讲无咧？唔知影讲会接触的心，会起心动念的心，甲外面所有绿林的对象，拢嘛是假呀。拢总是念头伫高频率的下面产生的幻想啊！这个频率关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现在咱计算的这个单位用秒啊，一秒钟。伊的波动就是生灭，有偌侪摆呢？弥勒菩萨甲人讲，2100条次啊！啊，注意爱怎样？过去的电影，过去的电影。原理是动画，啊，动画频率有偌悬呢？一秒钟24次的生灭，咱来用摄影机来翕电影，这是啊，较早。现在用数码咯，以前是用这软片，这软片的速度呢，在放映机里面转变的速度是一秒钟24次，原理是镜头拍开，这张幻灯片拍在云幕顶面，镜头又关起来，马上换一张，又开镜头是第二张。一张一张是安尼放法的呀，一秒钟啊，24张啊，安尼在阮幕顶面看到，那像讲啊，真正有这款代志啊，可以骗去咯。哎呀，逐张拢是独立的，无两张是同款的。啊，咱的念头就是安尼啊。每一个念头拢是独立的，绝对无两个念头是同款的。这个都你要了解啊！啊，咱看咱的这个面啊，那身体状况，那就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同款的呀、啊，对啊。你是看这脚步的一点点啊？你若讲看了整个地球都无同款咯。啊，咱这个日时啊，那边是暗时，伊无同款呐。佮看整个宇宙佮较无同咯。咱的念头一个叮当呢，这画面是全宇宙呀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甲咱讲的。六祖慧能大师甲咱做证明咯。六祖大师啊，明心见性，甲咱讲呢。最后一句甲咱讲：好机自性，人生万法啦。释迦牟尼佛所证到的，慧能大师嘛证到咯。啊，诸圣灵性啊，灵现啊，啊，万法的是所生所现，灵性灵现的诸圣是真的，为什么伊啊不生不灭？所生的一切现象，拢总是生灭法，不管是心法是色法，都是啊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。
自然现象，这拢嘛是生灭法。啊，生灭法是假呀、啊，不生不灭才是真呢。啊，咱对有不生不灭这面完全迷路，伊在咱面前，咱啊完全袂当觉察着。啊，都有所生所现的啊，这个生灭法，嗯啊，非常的重视，咱以为伊是真呢，这叫迷啊，这叫错咯。啊，诸佛菩萨啦、啊，用真心，咱啊用妄心，啊，真心所讲的物件是真呢，比如讲。用个老祖宗跟咱讲的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是真呢，是性德啊。性德是永恒不变的。有子有亲，这是亲爱。无任何条件，是真的。啊，中有有师，这性德啊，说明性德是有特殊的，伊袂乱，有规矩的。这拢是自然的，唔是多一个的创造，唔是讲多一个发明。四维八德是自然的啊！按照佛法讲的三规五戒，十善业都自然的啊！啊，自然，那那称为多。遵守自然，咱啊称为德。现在啊，都无人知影，拢嘛迷路，真正知影人已经走了。我是咱的思想、言行、个性德完全相违背。啊，相违背的都唔是德咯，是什么呢？佛法改叫做业，叫做业啊。业有善恶，善业感到的是啊三善道，恶业感到的是三恶道。换一句话讲，业都是轮回的啊由来啊。六道轮回是咱的业力变现出来啊，有无无啊，记起啊。那真正修学大乘的人，有什么是真假？有这概念，一般人你甲伊讲，伊无这概念。伊唔知影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。凡是佛法里面啊，讲假啊，就是啊，根本都无存在。啊，真的呢，永恒不变啊。咱常常用电视荧幕来做比如。所以大多数的同学在电视屏幕顶面，咱做伙来学习，也搁有伫电脑内底网络顶面，咱来学习。屏幕是真的，伊未变啊。屏幕所现的相是假啊，伊刹那的变动啊。电视的频率啊。我拄则咧讲过，啊，记起这电影，伊一秒钟是24张，啊，播电视呢，电视一秒钟有偌侪张，
以前五百点丝，啊，彩色点丝，这段时期是五十张，比电影速度紧一倍，一倍外，电影只有24张。伊也是五十张，现在电视网络是用数码，数码比迄个又过会紧一倍。现在电视的频率啦是啊，一秒钟100张，但咱完全唔知影，也做讲是真嘞。啊，咱不妨。用过去的这个电影放映机做些实验，啊，咱甲看，一秒钟就是24分之一秒钟，是甚么款呢？会当做实验的，咱甲这個电影的底片23张拢抹去乌，只留一张。放伫放映机的这内面呢，啊，咱伫阮摸来看，24分之1秒，咱看了什么？看下掉咯，光线一个都无咯，线一个都无个，光内面有物件无？无看到啊，我会看到光内面的物件。太紧了，24分之1秒，咱就看未到了，只看了一抓光。要拿100分之1秒，大概连一抓光都拢看未到，无感觉到，要得过去了，无感觉到啊。现在好甲人讲，咱这个宇宙的现象频率偌悬呢？一秒钟2100条啊！伊就伫咱的面前，咱一丝毫感觉都拢无啊，无感觉，频率啦太紧咯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啊，讲唔是今啊日用助力学家，因伫个精密仪器内面啊，去抓到这个1000条分之1秒呢。现在科学仪器有这种能力，1000条分之1秒也去抓到。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！当然，伊看甲唔是讲真清楚，也唔过，甲佛法所讲的呀，愈来愈接近咯。所以，咱相信科学现在不断的进展。20-30年后，可能会把这问题真正解决了。那就是2100条分之1秒，精密的仪器啊，会当去抓到。让咱看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的真相。精神是念头啊，物质是念头，普通三性的幻想。诸行内底本来就有啊，慧能大师讲加真好啊，何其诸性，本自具足，就是本来有的啊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不离自性啊，拢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
所以佛讲一句话啊，心外无法。啊，一切法拢嘛是自性变的，离开自性，一法不立，无一法可得啦。啊，自性呢有运现无共，无缘的时阵伊未现象，未现象唔是讲伊无分出故作，有缘伊就现象，现象就是人生万法啦。啊，佛法啦，是科学，也是真的，不是假啊。那十年前，我甲彭东美先生学的，也是铁学。老师甲我介绍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铁学家。佛经铁学讲大乘呢，是啊，世界上铁学的最高峰。现在量子力学家甲咱讲，啊，乘经典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啊。有时咱总结。咱就知影，佛法是什么呢？大学问啦、啊，啊，普世教育，佛法教咱伦理，教咱道德，教咱因果。啊，咱乃当遵守，伫这个世间会当享受一生幸福、美满、快乐的人生，也是世间法啦。佛法内底世间教育，如这个有高深的教育，佮向上提升。哦，你了解整个宇宙是安怎呢？那就是最高的科学咯，最高的铁学啊！这是啊，这个佛法教学的内容啊。你敢唔学呢？真正做一个外人。明白的人，佛都是明白的人。无一项伊唔知影呀，无一项伊也未清楚、未明了。阿拉嘛是希望讲，达项拢清楚，达项拢明白。这个明白的人，都叫做佛陀啊，叫做菩萨啦。六道确实是迷惑，所以大慈大悲是性德，是每一个人心内拢总拢有的。只是啊，你现在迷咯，你唔知整个宇宙一切众生甲家己什么关系，唔知呀。你们讲跟我无关系，啊，菩萨怎样，佛怎样，慈悲呢，都是爱呀、啊。为什么佛讲慈悲，唔讲爱呢？一般人爱来对，一定有情的来对，情是迷呀、啊。爱、啊、也是性德啊，甲迷情啊，甲混合作伙，这毋是纯爱。
我用慈悲，慈悲是纯爱啊，内面无情执嘛。啊，慈悲所依的是智慧，爱心内面充满智慧，无痴迷，就叫做慈悲啊。所以佛法来用慈悲，无用爱啊。啊，世间一般宗教内底拢是讲爱，仁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伊斯兰的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，凡仁慈凡甲真好。啊，世间宗教内底讲的爱，实在讲嘛是相当伟大啊。伊内面嘛有智慧啊，不过智慧无圆满，因为伊的范围只讲到天道，无讲到十法界。啊，所以伊真正无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因为啊有烦恼，精进都是烦恼啊，无甲即个放下咯。啊，佛的慈悲，菩萨的慈悲。是自性内底圆满的流露，佛教人爱甲自性的慈悲提出来啊，迄都是真心。自性是甚物呢？咱这部经的经题顶面有五字：清净、平等、觉。这五字都是性德，自性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。觉呢，都是代替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觉是佛啦，平等是菩萨，清净是阿罗汉。啊，这部经顶面拢种拢有啊。这部经是究竟圆满的大经啊，以圆满具足。小乘经只讲清净，大乘经只讲平等，一乘经就讲觉咯。一乘经只有两部，华严、法华。啊，不良修是特别的法门，伊啊清净平等觉拢具足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世俗世间法拢伫诶这部经诶顶面，分量无侪啊，啊用到诶深讲啊无边际啊，这真正诶宝啊！咱来认真学习，啊，深入了后，啊，你会发喜啊，充满。你学这个物件会去调的，调了了后欲罢不能啊。一天无困会用哩，无食饭会用哩，无读这部经，无学习这部经是袂用哩啊。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，咱若同学是不是有这种人呢？有啊，无罪啊，跪落下啊，我看会出来。
所以呢，第一个在对唔通有损害众生的心。啊，损害有精神、物质这两方面，拢未用哩。弥勒菩萨问的这十种心，世尊加也，头一个就是无损害。念佛的人，定下定有损害别人，这是概率来的有杀啦，杀业啊，有盗业，有偷盗，这损害啊。破根本戒，咱呐常常想着讲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这心好啊。第七十年代。1970年代，迄个时阵，英国藤文碧博士，咱伫这世纪内底，真正看到一个真正慈悲的人，爱护地球，爱护地球上所有众生啊。藤文碧博士啊，伊是1975年过身的，过身的时阵是85岁。第晚年最后的3-4年的当中，伊留落了一寡著作，伊的著作真丰富啊。最后这个3年的东西，里面有讲到啊，这个地球啊，非常关心地球上的人，是不是会当过快乐的生活下去啊？也是要同归于灭亡呢？伊讲咱啊，20世纪个21世纪交替，人行到这个双车路口，这两条路要行到一条呢？啊，在咱这条路呢？因为的灾难都是核武战争啊！伊讲什么呢？竞争、竞争升级、斗争、斗争升级，都是战争啊！战争爆发，整个地球毁灭啊！伊讲现在战争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战争就无同款，任何一个时代战争。人无能力毁灭地球，因为现在有这个能力啊，有核武生化，在短短3-5日的当中，把整个地球上的生命消灭了，太可怕了。但为了避免这个灾难，伊嘛人都爱讲我。啊，头一个咧期望的啊，是人类爱彻底放下贪婪，
做会到未？讲是无错啊，但系生活啊，讲放下贪嗔痴，迄就入佛门啊。心内也有贪嗔痴，是伫佛门以外无入门。啊，所以伊讲啊，伊伫晚年甲即个啊世间文化尊蒙拒绝，完全寄托伫中国人的身上。啊，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赞叹啊。啊，中国传统的文化，对细汉就会教你爱人，哎，对都会讲起呢，对父母、父子、父亲，我们的第一句，亲爱啊。这个亲爱是真的，要用这种亲爱爱一切众生。中国人有这心量啊，有历史会当做证明呀。啊，真多真多。这个三千年的历史当中，真多小国小族群，甲中国文化融做一体咯，变做啊一家人咯。而且无破坏啊，伊家己本有的文化，这是上该培养的，唔是讲我用力要甲你消灭去，唔是。你也过是存在，而且过会帮助你发扬光大。伊讲这是西方人无的啊，西方人包容东华的，伊迄个文化存在啊，你的文化爱灭亡，不像中国共存共赢。这是世界上真少有的啊！在中国看到了，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赞叹。希望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文化，中国人文化会带动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。会欣欣向荣，拢会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照顾、互助合作。啊，整个地球上会出现太平盛世啊！非常可惜。我们并无看到军事必要，那是看到军事必要，一定会讲啊，就是这个啊。你在世界时阵，啊，我大家拢学习军事必要，这个世界都救了，未去也受到毁灭咯。所以呢？大慈悲心、无损害心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阿难阿佛阿大乘，这弥陀弟子千万唔能缺少啊！阿那缺少，那是对不起阿弥陀佛咯。
因为这十条阿弥陀佛拢做到了，弥勒菩萨嘛做到了。第二个无病恼心，念佛之人身心安静，无诸众生升起大悲之心，心加冥想令得脱苦，这叫无病恼心。头前一条是大慈，第二条是大悲。大慈无损害人的这个念头，大悲是袂当压迫人，唔当何人生烦恼啊！爱有怜悯心。这是佛菩萨，你学佛还一个听听你别人，阿弥陀人生烦恼，你无想到冤冤相报，你伤害别人，你会得到伤害果报啊！那世界讲这较歹听，讲破呢？这世界到底安怎呢？就是冤冤相报，无完无了啊！苦的世界啊！佛会帮助咱离苦得乐，那咱修这十种心，就会离苦得乐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。爱人者，人行爱之啊！真爱帮助别人的人，别人拢会来帮助你。因果就在眼前啊！第三。傲修好心，这个傲，你念气声，不念落，爱念傲，傲是爱好，欢喜，欢喜修好。你看念佛之人，有佛所说正法，当书啊不惜生命。修好爱修，这叫傲修好心。修好啊，是落实在倒位呢？落实在家己真正依教修行，这才叫修好。正宗学会是下联基老基师提倡的，下老基师一生无能力通来建立啊，无这个机缘。我头一摆去北京去访问黄连祖老居士，伊甲这个代志甲我讲，交代我，希望我伫海外各地建立净宗学会，我答应伊啊。
啊，阮第一个会伫阮国华建立边，阿拉在正宗学会，咁我现在阿弟个，啊，第二个会伫圣何西，美国加州，古里古金山无远个一个城市。美国正宗学会现在也真正兴旺啊，因为华基书的主持啊，啊，我有下一个烟气，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定了英文。我的科目啊，就是教你概率。那那念佛的人爱修这五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是正业三福，也是正宗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顶面讲的。三条，第一条是故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诸心不散，修习善业，这第一条。第一条呢是啊，佛的普世教育，临天法啦。咱啊，家己啊，都是伫诶，即个啊，地主规啊，感应篇，是不是业多？啊，孝亲尊师，都是伫诶地主规，诸心不杀，都是伫诶感应篇。儒家的感应篇啦，最后一句修习善业，习善业道经，人家公事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对这地来奠定基础。啊，认真学习吧，啊，认真做啊。啊，第二福是对第一福的基础上，佮向上提升呢。无第一，哪有第二呢？就像起三层楼同款，无第一层就无第二层。第二层是修行啊，修持三规，故叫众戒不犯威仪，这就三句呢。啊，三皈是皈佛、皈法、皈依经，一时一刻都未当离开。早年我初学佛的时阵，皈依老师啊，啊是宗家大师，宗家大师跟我讲。是三规，就亲像我伫台湾，迄个时阵对台北去高雄，还坐火车。啊，这三规是啥物？啊，都是火车票啊。你有这张票，才能上车，而且时时会保留，努力爱查票，唔通单调啊。到站了后，这票要交回去。如果三皈依就像这张票同款，时时刻刻是未当离开啊！离开你就不是佛弟子咯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啊，觉悟啊。
皈依佛就是隔离不迷，意思要了解啊。佛就会不迷你啊，你跟我都未迷信。皈依法呢？法是什么呢？法是戒律、禅定、经教、一二三、三二一。你看每一部经内底拢嘛有戒定慧，啊，有戒呢，咱啊知影安怎做。未当无戒律啦，无人受经讲戒律真多啊。全讲戒律32到37品，六品经全讲戒律的。细说，我戒呀十善，怎样讲要应该安怎做？禅是清净心。马家里，咱的生活的这世间，要用什么心？什么是真心嘛？要用真心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唔通用妄心，用妄心就错了。啊，净呢是清净的意思，要观清净，一点不染。啊，对待净。啊，恭敬，伊对咱有恩德啊。为什么伊提醒咱？咱看出家人的模样，马上就回光返照。我要六根清净，一点不染。啊，伊穿着这件衫，剃头，表发的啊。看了和尚，就想着。隔离不灭啊！看到经典就想到法，经历不暇；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清净啊，经历不念。所以诸事三宝对咱是有路用的啊！啊，那无真嘞，无人提醒咱，咱会定定袂记哩。有这个三宝定在咱面前，时时刻刻提醒，这都是功德啊！啊，海贤老和尚，这句佛号念了92年，念到明心见性。念到大彻大悟，学佛的人在这个大时代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这个人虽然伊唔捌字，戒定慧三学已达到圆满。伊也开悟咯，啊，真侪书籍一般人拢唔知影呀。有当时现一个，有人改会记哩。平常较细，无人会记你啊，就是传袂落去咯。啊，内面咱明显会记你两项代志，一个是水高，天气旱干旱真久咯，伊带大家去清理水高啊，
别人嘛歹势去问伊啊，干旱变即款呢，收这水加创什么呢？第二天就落真大的雨了，有几落小时，水加拢都清好了，水拢流了，每一房间无入水。所以也有人讲有神通啊，也有人咧烧稻草，烟熏甲规身躯，因伫遐伫咧读经。老和尚毋捌字啊，老和尚也无读经，有几个出家人咧读经。讲最好烟啊，即个熏甲真艰苦啊，伊就提一个塑胶，大概是塑胶袋啊，同款的，改动是开扇，迄烟就走去咯，啊，都无咯，我倒转溜走咯。有当时啊，闲的这代志呢，这是别人掠到的，记落来咯。啊，咱相信啊，亲像这代志啊。你日常生活当中定定有诶，你啊无去注意到，感应啊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修好爱好家己诶境界啊。爱护家己的善心，心只要静，就会生智慧啊！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智慧，将个目标代替大我，都是觉啊！这修好。第四，无执着心。念佛的人，常以智慧啊观察有一切法，不生执着，即名无执着心。执着，《大小乘经》里面，它叫做见思。烦恼，见是看错了，思是想错了。见思烦恼，最终为着要方便教学，甲伊啊分做啊十条。五种的见血，五种的输血。见血的五种呢，第一个心见，执着心是我，多一个人未执着心是我呢？多一个人未爱惜这个身体呢？爱惜身体，这要安怎呢？敢会当把这身体保掉呢？保未掉啊！古人有一句话讲啊，真好：人有命。医生会医病，未当医命。你想命够咯，医生对你无可奈何啊！有啥想命够咯？啊，我即摆来台湾，我到你香港，厝边有一个港尼的老先生。香港人，
这个老先生大概看不出来，也会讲几多国的语言。少年的时阵，世界几乎伊拢去游历着，有语言天才啊！八十八岁啊，我即摆来的时阵，我上车，伊送我上车，前几工啊，听讲过身咯。哇，真来思念伊啊！人民无常啊！伊个夫人也个伫个，老夫妻每天早起出去散步，阮一定会去拄着。人有命，有业障啊！要安怎保重身体呢？身体是物质现象。头前我有讲过，物质对倒位来？对念头来啊，对心想生啊。我一句话讲，咱的心想那是好，心拢是想好呀、啊，拢是想善呢，顺境顺善，身体啊当然无代志咯。咱就算讲有病毒的细胞，拢会恢复正常啊。心地重要啊，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加重要。阿贤老和尚活了112岁，伊是食什么呢？哎呀，是用什么呢？住伫一个破庙、小庙，小下厝啊，迄、那个上人人都无爱啊，你非常偏僻的所在，无人去烧香，无香火啊，无人供养，无收入，人拢未去啊。靠什么生活？靠静坐啊！寺庙附近有真侪地是无主的啊，伊去开垦，啊开出来种粮食啊，种青菜，种果子，有体力。精神够好，头脑灵活，112岁的身体甲少年人还拢是同款啦，也可以被求啊。去树啊顶啊，去挽起啊，水果树、水果树、被求去挽。112岁做这款代志啊！王星迄天，你是暗时啊，王星呢？啊，你是对早到暗，伫菜园内底咧做事啦、啊，做了一天，搬草啦、压水啦、种地啦，啊，迄暗就走了。伊也有第时字，有人甲伊讲，伊个老朋友啦，老东参甲伊讲，你若要走的时阵，我替你助念。伊甲人讲，唔免，唔免助念，助念袂可哩啊！我家己念佛，家己往生。哎呀，真正是家己念佛啦！走的迄天暗时，甲平常也拢无同啊。卡引擎念佛啦，平常念佛的时阵无咧卡引擎啊。临走即天的暗时卡引擎念佛啦，
别人真大意啊，无注意到啊。啊，老和尚搁底下咧拜佛，因就去困咯。到第二天透早做早课，看老和尚房间内底灯也是关的。老和尚房间从来灯都无开啊，这暗是关的啊。你去甲看，已经去了。一点啊都无麻烦人啊。什么代志拢是家己做，这把就厉害啊！所以呢，唔通执着，一定要爱心地、清净、平等啊、善良啊。最理想呢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那求什么呢？求往生极乐世界啊！在这个世间绝对不能去烧钱啊，不能去求，有人无精啊，跟什么人拢有好相处，无私无求，对什么人拢是无啊利害关系，我无求你求的，我无求，我要妨碍你啊，你精的我未精，我无爱。个什么人拢嘛是相亲相爱啊，拢和睦相处啊，无利害关系。啊，甲合伙的人往来，只有好处无坏处啊。合伙的人未骗人啊。所以呢，唔能执着这个心，就系讲心唔是我，心是我所有嘅啊，跟他三同款，这系我所有，你卖我会使好你啊，啊用了歹用，就去换一个啊，身体会使定定换，心是生灭的，我也是不生不灭的啊。这要认识清楚啊，咱就未结婚的重视，结婚重视是真艰苦的啊。你嘛未当照顾啊，因为啊，你有一个名弟啊，名主宰，唔只能家己会当主宰，爱明白这道理，什么是上健康呢？念佛是上介健康呢？海贤会当甲咱做证明啊！啊，这个小庙，伊妈妈会当甲咱做证明，耶稣的海庆法师嘛是会当啊，甲咱啊做证明。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，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快乐啊！啊，精神生活的丰富，无人会当甲伊比的啊！宴席。第一个心见，第二个边见，边见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对立。咱唔通甲人对立，未甲事对立，未甲一切法对立，无对立的啊！啊，见初见，盖初见，这两个甲合起来咧，咱定咧讲的。成见啊，都是啊，自以为是啊。
啊，真侪人拢有这个烦恼啊。总认为讲，即家己想的就是对的啊，别人想的是错误的。这个要放下，当放下家己的成见呢啊，采取别人的意见，人会欢喜啊。就算是不会当啊，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太多爱缓和。啊，咱以自以为是、傲慢的态度对人，不知不觉会去得罪偌济人啊！你得有管有势的时阵，那唔敢对你安怎嘞呀？你的关系呢？失去了后，无人会去插你咯。迄时阵，你就知影艰苦咯。这种情形，在社会上，只要细心，处处拢看得到。咱也都爱有高度的警觉心。啊，过一个就是邪见啦，错误的见解，一切错误的见解，拢是邪见，这个包括咯。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崩起咯，正事都顽固。啊，你是啊，真正的佛弟子咯。小学一年级，做得顽固。啊，苏德环，迄对圣人唔是凡夫啊！伊虽然无出六道，伊伫六道内底有一定的机缘。人间天上七祖往来，已经阿罗汉，伊就脱离六道轮回。唔通看伊无啊！神通咧，本领恢复两种。那种神通有两种，有天眼通啊，天耳通。那你一般人看未到，伊会看到，伊会看到天神啊，伊会看到鬼神。咱看未到，有天耳通。这身高啊，力高。啊，都各有两种神通出现，他心通，别人心内想什么伊知影；相命通，家己计计事，各计计事。如果圣人应该知影，几十世啊，甚至一百外世以前的，伊拢知影。阿罗汉会知影五百世。所以第二个圣人来讲呢，几十世也是无问题啊。到三个都心足通，心足是变化，会分心啊，会分心，会变化，未去什么所在拢无需要。交通工具，伊意念想要去倒位，伊身体就改去地咯。有这能力啊！第四个阿罗汉有脑筋通，脑筋都是六道内面的烦恼啊，断清气咯，超越六道轮回。修行啊，这是这六种神通啊，拢得到的时阵呢，啊，就是四个罗汉。但是呢，对二个以上，爱等自歇，就是思想错误想法，错过
完全断见色。啊，思色有五种，贪嗔痴慢疑，五毒啊。这五种未断啊，又都未当出去。贪、嗔、恚、有痴、傲慢、怀疑，对性教的怀疑，对伦理道德的怀疑，这五理不好啊！厌世烦恼拢总断尽咯，这出六道轮回。这个五理有一个就未当出六道。念佛的人是用什么方法？用一句佛号，把这些东西拢总放下，念佛的心内未夹杂贪嗔痴慢疑，未夹杂头前咧讲的身见、边见、见处见、界处见、邪见，这十条完全拢无，这会脱离六道。啊，念佛的人有一个好处，家己无能力断，阿弥陀佛的佛力啊加持你，会帮助你断去。在往生的一刹那之间，这个、念头拢未起来，未干扰你，你啊平平安安往生到啊极乐世界。第五个是起正义心，念佛的人会当离世间杂念之法，服务利用定书相生啊低照之心，是名起正义心。这个正义心就是清净心。清净心要按怎才会当得来呢？第一个，妄念放下，杂念放下。出家人对别人恭敬的礼用，也要放下。那是功夫放下，就未当往生，就未当超越六道，一定都要放下。无论罪疚，拢总要放下。放下好啊，颠转不息啊，如息啊是如罪啊，这是早年宗家大师教我的啊。伊也帮助我改造命运，叫我发心，希望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，我完全听话，还我无寿命，寿命只有45岁，真正一点也无假。45岁以后的寿命是佛给我的。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无见道场，
我这一生嘛无这缘分，该在释迦牟尼佛是榜样，所以无退心。万年，我真正做诶这件代志咧，是伫苏里兰卡起一间大学，佛教大学。伫马来西亚起一个汉学院，个印尼佛教大学诶汉学系个四科图书馆，这是我协助伊。那嘛是好代志啊！那其实汉学。台湾的这些同学，应当爱发心，对国家民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。汉学那讲咱家己需要。全世界人都嘛需要，啊！我嘛有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伫这实验内底，互我升起信心。这个实验十年前。我伫新加坡。传给新加坡教的宗教，我读他们的经典，揭露心性、贤弟他们的语录，编作一本册。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我本来也认为这件事情啊，也就要跟很多宗教来辩论，结果几十年来一次就都没有，大家看到都欢喜啊。那这两年呢，我努力在做军事治疗，马来西亚两位首相赶紧要看，所以我就想出三六空，用这个方式，第一本出来了后，换做英语啊。我伫联合国分送予每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，有195个单位，每一个人看到拢欢喜啊，啊，拢非常受感动啊。啊！我甲大家讲，人类啊，老祖宗留落来这个智慧啊，对修身到世界和谐一种智慧理念、方法啊、经验，拢嘛伫这部书的内底。袂当无有啊！啊，每一个人看到拢有感觉，上界混乱啦，好现象。啊，国内现在真正咧提倡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，三年间。好，总统是提出来了，但是没实现呢。
只是提出口号而已，无真正在做啊。现在咱来上四十外大学，包括北大、清华、上海复旦、出名的大学，四十外大学联合起来，要学习传统文化。那我相信这个真紧的会影响到全国，好代志啊！啊，咱若无认真努力去学习，将来会甲人袂比的啊！啊，台湾学习的优点是文理无改革。啊，咱也是在用正体字，这就真正方便咯。啊，文理、汉理爱学啊，爱学古汉语，爱学文言文。啊，记起。台湾国语日报编一套古今文选，这套物件好啊，有注音，有详细的注解，也阁有每一篇拢翻作白话文，作为咱初学根基是最好的材料。希望真正对国家民族、对世界前途关心的人，爱注意到，啊，爱认真的去学习，第六，无忘失心，然后之人求生净土，生活终地无一切时。念念不舍，是名无忘失心。这句呢，其实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，念念不忘，无上菩提。心心游历三宝六海，甲即句的意思完全共款的啊！净宗是大乘佛法，毋是啊小乘啊，大乘圆满的菩提心。第七，无下劣心，念佛之人相行平等之心，无助众生尊重恭敬，不生轻慢，这叫无下劣心，这条重要啊，一定都要落实啊，就是讲以平等心待人接物。对啊，一切人事物拢爱恭敬，对事的恭敬是认真，可以做到尽善尽美。对人的恭敬是礼貌，那是以真心待人。
世俗世间法讲到最后呢，就是讲到真心跟妄心。啊，妄心对人是六道凡夫啊。啊，真心待人是啊，佛菩萨。永远用真心待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你是弥陀弟子啊。阿弥陀用真心，那未当不用真心吗？第八，心决定心，然后之人不着世间言论，无无上菩提之道，深思正信，毕竟不歇，是名心决定心。啊，咱有福的人，修净土的人，一定爱知影。咱这一生行一条路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。终极的目标是啊，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希望伫个极乐世界一生证着无上菩提。啊，咱的愿望都圆满咯，所以爱知影讲，伫这世间做人客，唔免个动真啦、啊。这个世间大行拢嘛是假呀、啊，无一项你早会去呀、啊，会当早走的，即句佛号。对极乐世界坚定的信心、愿心，都会当早会去。其他隆重爱啊放下咯。啊，尾后的这两个地教无杂念心，啊，念佛之人修习功行，正住善根，心想远离一切杂念烦恼，这叫做无杂念心。啊，就是讲一切人事物，无论是善是恶，拢嘛唔通放咧心内。啊，心唔通有杂念，唔通有念污，啊，这比什么都较重要。最后，去随念心。啊，念佛之人，虽观如来上好，而不生爱着之心。无无念中，常念彼佛，是名起随念心。这是真的啊！啊，咱是啊凡夫。佛的经常有讲的，阿弥陀佛的报身。心有八万四千相，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相，每一个好，放八万四千光，这咱袂当去想象，无办法想象，咱的想象就是观经常上讲的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行好。为着随行好，嘛是真难咯。比较方便的专观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爱想着讲伊的因甲果啊。啊，观相好是修因，这希望将来得殊胜的果报。譬如讲。摄像，我的喙齿撑出来，会当甲面砍掉的，这是好像啊！因为什么这好的像，清清细细不模糊，所以法甲人做证明，我袂骗你啊！
喙齿撑出来，你该看看你敢会用你呢？三世不忘语，喙齿撑出来，钱就平啊尖。三世不忘语啊，好事啊，生生世世不忘语，咱来修不忘语的戒，才会当得到这款的好相。三十二相，每一个相拢有因，修因才会得到果报啊！这是啊，佛的因果教育啊。所以，虽观相好，不生贪恋啊。这就对了。那讲有爱着的心，就个会变作烦恼咯。哎，遐老和尚讲个真好，一切随机自然，自然就是上界好的啊。咱是要安怎拢是无自然呢？啊，无自然都有缺陷，自然都无缺陷嘛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